咁啊好啦，而家咧就帶大家嚟到咧呢個 Infinity Studio 啊。咁呢啲應該都係一啲比較香港比較少見嘅一啲廠商啦。咁咧，佢哋今次又帶啲咩嚟咧？喺 Wonder Fest 俾大家咧，咁我哋又睇一睇到。係啊，咁啊先睇睇我哋售賣產品先啦。咁啊當然啦，呢啲就有呢、這個Bobo Cup 啦，鐵甲威龍咯，我哋香港叫。跟住亦都有喺神話裏面哪吒嘅1:4空像啊，仲有一啲英雄聯盟嘅角色啦。係啊，亦都有咩咧 ？Evergadian 都有喎。係啊，咁啊除此之外啦，仲有凌蘭王都有啊。係啊。咁啊，仲有一啲兔女郎二人館兔女郎嘅一啲 figure。不過啲價錢我覺得係幾好入手嘅。咁好啦，咁啊睇睇佢哋嗰個場館嗰個佈置先。哇，噠噠，勁喎！點解勁呢？因為咧佢哋咧係整咗架以 Eva 二號機配色嘅電單車，呢個明日香嘅雕像啊。係明日香，係啦。係啊，咁好啦，咁去到對面啦，係啊。咁呢個電車嘅品牌咧叫 Nibot 喎，應該咧就係呢個合作款嚟嘅喎。咁咧亦都見到啦，有呢個初號機嘅暴走形態啦，啊初號機配色嘅頭盔啦，同埋呢部車有冇得買啊？係啊，我都想知道。係啊，呢啲係應該係電，佢又唔係電單車啊，即係內地咧，我哋香港的電單車係叫摩托車嘅喺內地。電車咯，總之係。係呢啲係叫電瓶車嚟，應該就即係。係啊，咁啊好靚配色嘅一啲。電車啊，呢個初號機配色，咁好啦，咁究竟入面又有啲咩呢？咁啊，帶大家睇下啦。咁咧，真係其實喺內地咧，好多好勁嘅專做一啲雕像嘅一啲 studio、一啲工作室、一啲品牌。咁呢個啦，有玩過魔獸世界嘅朋友咧，可能都識噶啦。啊，咁喺內地音咧就叫做希爾阿納斯嘅一個。1:1身雕像，咁啊，仲有啦，啊人王族啊嘅一個又係1:1雕像，咁睇到咧都係好正嘅，咁成個人，咁啊，跟住除此之外啦，咁我簡單睇睇啦，啊因為人多啊，我又唔走埋去啦，啊咁啊，譬如有一啲阿凡達嘅半身像啦，都係1:1嘅喎。咁啊，隔離咧就有啊鐵甲威龍啦，嗰個鑊頭嘅雕像啦，呢、這個我諗應該超越埋1:4添啊，睇落去。咁啊，除此之外啦，一啲王者榮耀嘅角色啦，咁我話 zoom 近少少俾大家睇啦。哦，兩個 L 啲雕像咧 ，L 哦呢個 L L 嘅係，呢啲雕像嗰個 quality 都係好高，好靚。咁啊，呢個就。魔獸啦，係啊，我1:3喎，呢個係，我1:3 size， 全身，反正我就覺得佢哋大過1:4，又未到1:2啊，原來就係啱啱冇1:3。咁好啦，咁繼續落去啦，咁啊仲有一啲咧場景喎，場景類喎，火影忍者啦，係嘛，火影忍者，大家都熟啦。咁啊，除此咧，除咗日畫日系之外咧，我仲有翻國風嘅啊，關羽啊，喂，呢啲真係有時啊，拜關二哥拜呢一個可以，我自帝天下無敵，係啊，啊，除咗有大比例啦，咁仲有個細啲嘅啊，唔使拜咁大啊，可以拜個細嘅拜，係啦，1:4呢個就1:4比例啊，啱啱好啊呢、這個，呢個係文關公喎，係揸住卷書。武圣关喎，呢、這个刮骨疗毒嗰阵时咧，就系呢个。即系嗰本咸啊，唔系嗰本书。嗰、那个系阿007本咸带啊嘛。咦，有个诸葛亮喎、啊，诸葛亮喎、啊，三国群英系列。哇，佢呢个样仲系照翻阿唐国强嗰个样嚟整、啊。系咪咩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咩之徒啊！啊，系啊，应该、就是、大家都应该听过呢个台词、啊。好似啊，嗰、那个样系。系啦。好啦，跟住再落去啦。咁啊，头先有见到啦。神話系列啊，哪吒化年重生啊，系啦，
咁我跟住再過去啦，哇！這個直交啊，直交 Mia 可動公仔啊，哇！這個直交真係誇張啊！係咪最近都好 hit 啊？用直交轉做，你睇佢樣靚到，係喎，樣靚到，個髮質好似，啊，真係要鬆近啲俾大家睇下，哇！個眼咧又個眼神啊，各方面啲頭髮啊，啲位啊，誇張。咁啊，睇下啲皮膚啲質感啊，嗰啲都好好喎，真係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啦。除咗有啲精靈裝之外咧，佢仲可以幫佢著呢個戰術裝嘅嚇，著 war game 裝。係啦 ，war game 裝備啦，有步槍啦，同埋牛仔褲嘅。係啊。咁好啦，咁跟住咧，仲有一個叫 Stella 嘅喎，又係好真啊！誒呢啲太有誇張啦，根本又同真人個樣係好接近。Emma， 你睇下個側邊嗰個曲線。好，我俾大家睇睇呢個可動曲線。喂，呢啲都係一啲好真係好好象徵啊！我睇見到應該好開心。絕對係啦。所以真係而家越嚟越多一啲特別嘅國內品牌嘅武器啊！就係誇張啲喎。呢个摆喺屋企就刺激啦，系啊，人哋真系当你杀咗只老虎啊，系啊，咁啊呢个东北虎一比一复制品，系为咗博物馆咧而去订制嘅，博物馆订制嘅呢只，我人哋真系拎嚟有正式用途嘅。好，坐翻嚟先。咁啊，再过去啦。咁啊，头先有见到啦，佢仲有一啲咧手板 figure、SSR figure 嗰啲啦，人本啊。咁啊，呢啲我頭先睇個價咧，都係講緊300多元、400多元，好易入口喎。咁抵玩300多元？係啊。哇！一比七喎。係啊。隔離仲有。好啊，隔離仲有啦。先睇分世紀福音戰士。就咁睇咧，未睇到。哎，佢應該咧，咁睇咧就應該係可動嘅。啊，佢都有關節喺度啊。但是呢個可能始終都是灰母呢就未肯定。我覺得他心口做細了，即是他很倒三角的嘛。是啊。啊，這隻就比較直不甩。比較像原來咯。那旁邊呢就環太平洋了。Pacific Rim 啊。啊，這些就講到明了，合金可動塗裝完成品啊。之前好像有介紹過的，我們這隻暴風赤熊。是吧？是不是啊？還是另一隻來的？應該另一隻。是啊。啊。那好啦。這邊還有一隻可以試玩的。我這隻咁啊，嚟緊其他會出，可以試玩嘅。可以介紹一下嘛，簡單。就是全可動，該有的可動都是有的。嗯。不是可動。然後這邊有一個。你可以做翻佢打。彈簧充錢。然後腿部的連動。哦，仲有連動結構嘅。對。哦，大腿。其他就是燈組，燈組這裡，這裡，然後駕駛。導彈倉，呢啲都完全係複合翻石裏面原本嗰、那個設定嚟嘅喎。對，這邊呢也是可以，你可以把玩一下感覺。哦，左右都有呢、這個。這個有合金在裡面。對，有合金。然後、這個、關節都是合金的。這個的售價大概是多少？售價現在預定大概是1180。1180。對。哇，怎麼大隻？對。1180。哇，1180人民幣啊！有咁大隻，有合金，有可動。跟住有連動機關，嗱，人哋都講到明係啦，呢啲位啊，全部都連動嚟啊，你睇唔睇啦？啊，跟住咧，亦都可以撳個掣啊，打拳。可動這裡有一個扳機。哦。哦。係啊，就可以打你啦！係啊，跟住佢仲有好多燈啦，可以打開啊！哇，好多嘢玩喎！喂，呢、這個價格1180，抵玩。请问就是可以，如果其他就是香港的观众可以去哪里去预订你们的东西呢？香港，淘宝啊，淘宝也是。那么去淘宝找Infinity Studio， 对，重机型啊，跟住就可以找到啦。重机型，好，就是重机型啊，重机型这个系列，系啊，咁啊，暂时先出呢一个。然后后面呢，对。哦，已经出货，可能我之前就系玩呢一个啦。这些主角机这些之后也会出。这个大概四季度出货，今年四季度。
哦，今年咧第四季應該要出啦，即係差唔多噶啦啊！哇，呢、這個好正喎、啊，又聚手啊，關節又多又大嚿，呢、這個價無敵，謝謝你。咁好啦，咁今日咧 Infinity Studio 咧要講嘅嘢暫時係咁多，咁我之後又再帶大家睇下其他嘢，就係咁多先，拜拜。